梦晴，别笑，别笑，别笑啊！没事儿，没事儿，冷静点。咱俩都穿着衣服呢，对不对？你看看，不是，关键是咱俩怎么会睡在一块儿呢？是啊，咱们捋一捋，捋一捋，捋一捋啊！咱俩昨天晚上是不是在喝酒来着？昨天晚上？对呀、啊，咱俩喝酒来着，完了以后喝多了。刘小雨，对对对，刘小雨过来扶咱俩回家来着，是不是？刘小雨扶咱俩回家，肯定没事儿。你看咱们衣服都好好的呢，没事儿啊。我突然想到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啊？那个事儿。哪个事儿啊？不就那个事儿吗？哎，我说李大为，你把话说清楚啊。那个事儿你不记得了？哪个事儿啊？你说的，说要跟我闪婚来着。你没开玩笑吧？闪婚？哎哎哎！你怎么这样啊？啊！你这人怎么是提了裤子就不认人呢？啊！哎，你怎么说话呢你？我就这么说话。本来就是，你昨晚是不是答应好的时候要跟我闪婚？是不是？你说的，你说等我妈出差期间跟我闪婚。那咱俩这算什么呀？啊，你总得给我一个交代吧。哎，我昨晚喝多了啊，我什么都记不起来了。你太不负责任了吧你！你说话还到底算不算数了？你还是不是女人呢？不就闪婚吗？有什么大不了的呀？闪就闪。真的，得拉钩。盖一张。我答应你的要求。笑什么呀？大哥，大哥，你昨天晚上睡得好吧？你还好意思说？你怎么想出来的呢？够坏的你，把我们俩搁一张床啊？害我吓了一大跳。大哥，就你这胆子还吓一跳？少废话，跟你说一秘密，我要结婚了。开玩笑吧？我像是开玩笑的样子吗？有点不像。什么叫有点不像啊？压根就不像，我很认真的。董事长呢？什么董事长？你听他的听我的呀？我告诉你啊，这事要传到董事长耳朵里，我第一个给你灭了，你信不信？大哥，我肯定是听您的。那当然了。哎，我告诉你啊，这次你肯定找一个好的婚庆公司，给我好好策划策划。那我怎么也是第一次结婚呢？是大哥，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第二次叫二婚，第四。少跟我瞎贫啊！那个什么酒店场地，都给我安排最好的。好好给我策划策划那种别出心裁的创意，我要那种高端大气国际化那种，然后典雅西式小清新那种。关键是什么呢？反正关键就是简单明了，越快越好，懂吗？懂懂还不赶紧去啊。大哥，您这就叫做闪婚吧？对啊，我这么时尚的人得跟上潮流啊。姐，你们先聊，我出去了。小雨，你怎么来了？我想了很久，我还是放不下你。我不是都跟你说清楚了吗？我不管你说什么，我只是想告诉你，我很想你。你怎么这么糊涂呀？再这样下去，我们都会很累的，而且我要结婚了。小雨，你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
你是要结婚了吗？我真的要结婚了。我明白了，这么多年过去，我总以为我们的感情是不会变的，也不可能变。可能是我错了，也可能是我一厢情愿吧。 孟星，祝你幸福，祝你幸福，姐。 非要这样不可吗？我希望那个舞台上面尽量要多一些粉红色啊！对对对对对，好吧。然后我们每一个桌子上面的那个椅子都要扎一个类似于像那个什么一样的小花瓣，对吧？颜色一样统一，咱不能弄得一那个弄得花里胡哨，对不对？还有另外啊。 那个从意大利空运的那个婚纱，你也给准备好了，好吧？明天我让我未婚妻去试一下，好吧？嗯，好嘞，好嘞，好，就这样啊！哎，这叫什么呀？这个不行啊，这不对，我要的就是这种，这种，对对对对，这种一个一个大的花篮，对不对？对对对，这个门脸一定要升进去，要能看见，对对，上面加一个大摇臂，吊着它，跳着推着航拍，我明白，明白，没问题吧？让张艺谋过来，好吧？ 没问题吧？没问题，大哥你看这，哎，那个方军也得过来，方导，好，那个啊，方导吧，那个什么，我们这次那个我结婚呢，你得过来给我拍一下这个全程的纪录片，对，啊，好，没问题是吧？你在好莱坞啊？那行没时间算了啊，挂了啊。这可以吗？我告诉你啊，这个婚纱一定要去，算了，我自己去吧。啊，你这赶紧弄好了。